居家检疫男子从台南搭乘国道客运要到台北，那本大队接获通报后，立即派遣员警着全套防护装备，他至湖口服务区进行处理，已将该名男子留置于无对外开放之处所。那其余的乘客及驾驶留下姓名及联络方式后，他提醒其应落实自主健康管理。